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擦指甲油。好，擦一下手手指甲油。你要擦哪个颜色？黄色。黄色是不是？好，手手给我。来，我们要擦黄色的指甲油。哎呀，擦指甲油开始。先擦这只。我擦这个指甲油哦，你不要去咬手指，会有毒。对，它有颜色。来，拇指给我一下。好，我要擦。好，另外一只手手。也擦好嘞。来，另外一只手手。好，我只要沾一下下而已，已经擦完全部指甲油。虽然这个有点勉强，有点。好，最后一只手指。好，我是用，刚才的，我没有再沾那个水，是沾一次水，画完十个手指头。因为这样子比较浪费啊。好，葡萄。哎，给我看一下，你放在脸脸上面。好，十个手指头都粘好了。粘好了。噔噔噔噔噔。